魔王的肥宅生活。大家好，我是兔兔魔王，今天我要介绍一款我在美妆店找到的超可爱唇蜜，就是它，这张 Sweet 巧克力唇蜜。它上面是写说它是像是巧克力一般滑顺的质地，我今天就想说来做个开箱试用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有如它字面上所说的巧克力般滑顺。那我们开始进行今天的开箱吧。它上面没有任何的贴纸，我就直接打开。见了，它是一款看起来还蛮有质感的巧克力唇蜜，但是它不是巧克力色，我选的是深红色。那我们马上打开来看看吧。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深红色。我拿起我的粉笔，就是这个，沾一点点来试试看。然后呢好近哦然后呢我沾一点点唇蜜，其实我平常还蛮少去擦口红或是唇蜜的，所以其实上的不好，上的不好的话还请见谅。我觉得直接涂好像会比较快，还是我用手沾好了，用手沾一点。感觉邪恶度又上升了就是一种蛮深色的莓果的颜色。好，如何呢？看起来有比刚刚的唇色还要再深红色一点。以上就是今天的开箱 Sweet 巧克力唇膏。如果你还喜欢我的影片，欢迎你订阅、按赞，或是留言告诉我，加入我，成为我的子民，让我们一起征服世界吧！拜拜。好，哎呦。